说。蓝队呼机子飞人飞人飞人。我的这边来。我这边都是台北市体育总会经典火舞协会收尾，侯炳佑大声的对呼一下吧。经典火舞。大家都慈眉善目，那你赶快都有修行哦，不错不错，哎不错，哎你们是有备而来的哦，啊那当然，服装很整齐，对呀对呀，评审是谁呢？哎谁？来欢迎，民歌老大哥王梦玲，当年红极一时，雨中集锦，阿美阿美红遍大街小巷，他可不是以外形走红的哦。闽南语首席小生李涛，20岁就出道当电影男主角，后来八代星斗。精湛演技依然让他枪杆两杯掉。我们最好的好朋友艾怡涛，你好你好你好，哇摩尼，哎，好久不见啊！对，看到你叫阿妹，阿妹其实扮家装，哎呦，大家都看到。自身口大街小巷啊，老的老啊，少的少都会能唱，是连小孩子都喜欢这首歌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待会儿再慢慢来聊聊。你继续讲好了啊。好，哎，天呀，你拄只一条项目是当时，向准是演这个我爱我妻我爱囝时阵。哦，剧照都丢了。丢丢丢。那叫演导忧郁小生啊呢。你去出跟那个陈明丽演的嘛哟？是吧？我爱我妻我爱囝剧照。丢丢。哇，真好。哥哥，你那张照片呢？那个角度拍的真好。哦，那个刚好可能也经过电脑修片了，有哈，不然不是长得那么好看的。把脸修小。哎，对对对。啊，修长了。那个大概是83年，16年前的照片。16年前了，哎，还年轻呢。来来看一看你的照片好不好？这是阿美阿美那张，一身牛仔，哎，真的。我跟你讲，王梦玲王大哥哈。因为他那个拍封面都穿牛仔裤，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每一个歌星都穿亮片衣服，从他穿牛仔裤开始，很多歌星穿着牛仔裤都出来唱歌，所以害我们这些哦亮片一套4-5万的人都很不平。哦，对，还好了，因为他们唱民歌嘛。对对对，因为 style 不一样啊。对，因为我们家境清寒，这是庙会那个。哦，那首歌也很红哦。庙会木棉道那种。我知道，我变了样。哎，你很有自知之明哎。对对，早就变了，好不好？其实这个是唱出大家的心声嘛。对对不对？80公斤变95，怎么能不变呢？因为你要知道，这个从85公斤。到这个92公斤7公斤的肉，你不要以为它很小，丢到地上可以晃大概半个钟的。哇塞，这10只狮子可以吃得饱。哎，对对对。哇，这三重唱的超级任务。慢慢讲，没问题。哎，三重唱啊，超级任务，这厉害了。哪三重？哪三个？三重唱的意思不是哪三个啊，叫三个人的啊，对啊，就是一个人唱哆，一个唱 re， 一个唱咪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叫三重唱。唱歌我不大懂啊，是是是，我知道你演戏要讲那么多。赵树海，我黄大成，黄大成嘛，对对，做先生哈，对对对对，他是前年走的，前年走的，前年怎么走的？他得胰脏癌啊，刚刚那个跟周嘉丽讲的嘛，这个跟柳哥嘛。啊，对对对，哎，哦，柳哥跟柳哥一起走，不是，喂，对啊，柳哥，那个我是不是可以站在这边好了？我觉得有点危险。你的选择是明智，欢迎哥哥，你在那边偏台了，还是过来？你去徛遐那边待机啦。哦，这样子，哎呀，不要给你保护啦，给他保庇啦。哎呀，他们保佑我们的，放心啦。我跟你讲，你真的怕了是吧？李涛吼，我都要跟他讲几句话。哎，安怎讲？无够意思。咱节目吼头一集就个邀请呢。哎呦，到今晚先来啦，哪有意思？哎，安尼你的人敢着？无啦，不是啊，我本来第一集我就要来。我知影讲这个节目哦，要从55岁以上才当参加。44年属于以下。所以我昨做新人哦，啊，今天你就赶紧来参加。上你能力，操蛋！我这个 pose 给他赞哦。哦，迄当阵玩了3:8哈。哎，对啊。我当下出多少就行。哎呦，啊对对对，我把。27腰。啊，加这么，这么贵腰。今嘛，今嘛38。哦哦。马伯公永远是我大哥。我34。你们都是我小弟。
大哥大在这儿，比身材啦。这次刚是加何万寿兴的款，加林月云，哦，加张建林。张健，哦，这张嘛是我爱我切我爱囝来个，哦，啊你真正会用创闹无？啊，都在现场现学的啊，哦，现学都一样啊。哎呦，你算做有胆呢？哎，迄当初那山上那呢吼，规身材呢拢做咩？你看没？见到口那瘦瘦的呢吼，感到好像蛮突出的。啊？嗯，我爱我切我爱囝，这个方面哦，是在阿里山爬。哦，阿里山爬到礁岩是，寿星兰，这南极河道的哦，南极，这亚拜新娘。哎，亚拜新娘，你好演技出了，哎。哦，你是 N A 狗，啊对，啊，真啊假的啦？啊，国语讲了无对 N A 狗，国语的，就是国语的，哦是哦，这白沙关，五家山啦，雷峰塔，陈佩，这五家山，哦，男主角你演的呢吼。我当年什么男主角你演的？伊是把英国配角去，做嘛男主角？来看咱里头的哈，有位是啊，来，请看，陈先生，以你的财力跟你的水平，经反正你收到，这是正常的。也不过，我嘛需要出一个力的。为广告转来，对财务方面，那理财我是专注。今天。这个 case 只要你若是点头，一个转账赚二三十倍呢，你竟然敢放弃？啊，家这种人有啥物通好讲的？八连档的连续剧啊！啊对，天长地久。嗯。哦，真叫不简单。看王大哥的好。哦，对对对，哦，王大哥好，王大哥。王大哥。我站在这边已经快结冰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该你了。减肥功用哦，来，王大哥的，请看。西湖咚咚咚锵，大闹穿云霄。这就对了，你们难道不觉得奇怪吗？大的看不见，小的又看得特别清楚。老王，那你的意思是？你还不明白？你们小胖子在耍诈，他要骗我们呢。骗我们？他干嘛要骗我们呢？那只有他知道了。阿妹阿妹，其实搬家装。我记得快发光，今天今天你要老实讲，我是否有希望？帅，年轻，二十年前，那个时候才叫王梦玲啊。对，现在这个时候我看我自己有点像石松。您的歌真的有实力，一炮而红。哪里哪里，吓死人了！一年能红两首歌，大概只有我了。哦，这是真的哦！哎，继续讲，继续讲。哦，对对对，哎，这真好听呐、啊。这你这个歌咏是相逢的时阵吼、嗯欸，我底下作秀，我跳到要死哦、嗯，跳到要死也袂堪要人讲一句话就倒啊，你知道？啊，因为安那，迄、那个我的主秀就是王梦玲。嗯阿美阿美等咧红，好，咱是安尼出场叫一个周家丽吼，都要舞到要死，你知道？哎，那个王梦玲来了，王梦玲来了，安尼，他正，这是真的。哎，今天观众朋友吼，但是阿龙唔知讲，一个伤着咱的心。虽然王梦玲来了，但是请你看完周家丽，再看后面那个王梦玲，好不好？我请代表他们跟你说声对不起。你伤了多少演员的心？哇，多多好呢，多多好呢。对了，等红嘛，不多。李涛向我高追。诶、欸，少年时阵你参加好民电台？唔是我是参加演员训练班的。刚第一个老林，唔是，诶，老林是买出来，因为阮这个皇家电影公司，伊是好几排，好好好好，变做同事就对了。我去做兵退伍了，伊甲介绍入去中视的。抛弃了做男主角，卢新良，卢新良，卢主角是蓝旗嘛？啊对对对，一道很登水，哎、啊一个演到一个水，我一背来真正。好看的啦，配这个了，配哪几啦？林月云啦，陈佩玲，哎、欸，中西的小段，我看你大家拢配过啦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陆新娘，哎、欸，这首歌嘛，足好听，哎、欸，怎么个会记？陆新娘袂记，袂记啊，袂记啊，来妹妹唱我你听，真正、哦，你听了就知道。老客啊，当年的陆新娘唔爱戏红，会歌盲，陆新娘就要重出江湖。当天你勇敢勇敢，当初可心跳。
风，几首歌是可能恁你当初是主唱的嘛，伊唱这种阿信多味哦，真好啊！我演的戏哦，大部分拢主题歌拢可能，可能恁哦，伊敢专心哦，安尼，啊四界去公演哦，敢四五条歌拢唱袂煞，唱一二十年。啊对啊对啊，今嘛嘛过来唱你。我都唱无掉，我才袂红，你不看？啊对啦对啦，不掉。哇，好你唱这条歌嘛袂红。哎呦，哎对啦，人运气较好啊。是啊是啊是啊，唱首歌吧，好不好？梦兄，唱首离开你走进你啊。我哦，好听。啊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这首歌要好好解释一下。阿拉哥，我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，真的是把妹。把妹的歌曲第一名哦，是哦，对呀，哎，这首歌哦，在 KTV 一唱，哎，听了会心动啊，对呀，对呀，会蠢蠢欲动，来唱一次好不好？好，那我就唱一首，来，掌声鼓励鼓励王梦玲大哥。当我需要想你念你，我就离开你和你分别。当我需要看你听你，我就走进你和你相聚。因为亲爱的，只有在思念你的时候，才是我心里最美的时刻。因为亲爱的，只有在我着你的时候，才是我心里最真的时刻。当我需要想你念你，我就离开你和你分别。当我需要看你听你，我就走进你和你相聚。当我需要看你听你，我就走进你和你相聚。真正唱了就好听，偶像都有人喊了，很有感情。我觉得梦玲她现在唱歌哈，比较胸腔共鸣越来越好。没有低音的部分，是我在偷偷换气的时候你们抓不到。哦，哎，我这个是因为生活糜烂了，所以我的 key 都降了。哦，真的。但是我觉得唱很多歌啊，不要强勉强自己唱得很高，对对，只要自己唱得轻松舒服，大家听得舒服，舒服舒服，听得好舒服。所以我已经降四个 key 了。台电的超多，对啦，更有味道哎。因为我唱几条，好啦，啊，歌星一家，啊，这也拢歌星，你也歌星，我搁唱什么？拍谁拍谁，我不是歌星，我是歌手。哈哈哈哈哈！对啦，对呀。你的香港唱几条较好听，把家拢干掉呢？无法度啦，无法度。两抓了好不好？好啦好啦，把你好啦好啦。帮再提来啊呢？邀请两位来当我们的评审，好好好，好不好？来，请上评审宝座。谢谢。两队比赛一定要有啦啦队队长，是队长是谁呢？来，来欢迎。16岁就参加选美出道的穆玉华，在新加坡出过唱片，后来成功饰演台湾苦情妈妈，现在号称击败卢心流。8岁就主持儿童节目的小亮哥，入行已经快50年了，作品多得不得了，很多资深艺人还要叫他一声先輩。两位好朋友，穆玉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永远这么漂亮，永远是最有气质的女人，俊哥，永远这么小，哎，对，他的名字叫小亮哥，哦哦哦，颜文长不大，对对对，我也蛮喜欢的，我感觉气味大。啊，你我好，哎，我较顾你啊，啊，对对对对对，真乐观呐，阿姨你好，真顾我，哎呦，田花田阿姨啊，哎呀，穆姐姐，穆姐姐，哎呀，小亮你都得哎，穿得好，那是白西装，我感觉哎呦，刚性，哎，对对对对，哎呀，迄个做少年的，哎，几岁？哎，差不多30岁呢，舞台电视主持嘛，是啊，我国主演一种叫做舞台小巨人，哎呦，真的，
舞台小巨人，秀呢，大江南北跑来跑去，我那不是都丢啊。对，我跟方大哥合作最多。其实，在那段时间，我搞的偶功夫，也跟方大哥哦，啊，我做水晶的舞台顶的功夫，所以一身功的师傅辈，师傅辈，哎呀，不一样，来，爱爱气人哦，足客气的，嘿，不藏私弄给你搞，啊，那么叫伊师傅讲，唔，千万不要啊，你叫我哈，这个准哥就好。我那个小巨人啊，哎，我那刚修理拜托。当然，我的舞台店买要十大呢。来，你拄着一张相片。迄个时阵我阁是台视演员，啊，总是有一部那个台北一路发哈，就看中我的型，所以特别出文到台视借我去演我唯一第一部中式的戏。哦，什么就是台北一路发，一路发，对对对，小巧淑女。我以前是那样子，没错。仪容中无变，我刚对天就说。我愈来愈小咧，无啦，你讲偏啦。穆一华哈，我看伊只久啊，他从出道在歌厅有在唱歌的时候，他起码拢无变，拢无变，一点嘛都无变，永远是那种青春的感觉。哎呦，我刚出道的时候，十七八岁的时候，还在王梦玲大哥他有投资的一家摄影公司摄影的老麦帮我拍的，对。林青霞一点年代，林凤娇一点年代，那时候也是为了要可能那个 casting 那个电影，拍电影拍的，对。哎呦，啊，结果好像吼，迄个不归路不挂吼，伊讲谁要先睡，哎，较频繁嘞。我讲啊，早早我都卖争，因为迄阵大家拢就爱争的嘛，哈。对对对。大家拢想要当歌星、当明星，然后就会弄得很漂亮。对对对，不会像我们现在就希望像素人，然后以前装扮比较像歌星。现在是越频繁越好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太阳城、噶周丹薇啦、陈美凤啦，一当中都是对那时候之选哦。都是啊，动感歌手。那时候刚好演了一部《妈妈》去当主秀哈，所以衣服对。哇，哎，妈妈够昂的。就是啊，一出哦，昂啊，转型成病鬼啊，那个歌厅都要找他当主秀去唱。对对对。这套礼服我知道，对，好像十几万做的，对，一拖两拖三拖。对对对对对。是。然后后来呢，太阳城这个十五天做完以后呢，李登才大哥说：“你买个请贼，你请妈妈一梳哦，上盖小个想抱一个鬼的呀，我带你来专线作秀。”啊，就真的以后就这样，每次都妈妈那个整卡型出去做秀，就好像剧中人走到舞台上来一样。对对对对对，是他给我的 idea， 对他给我的 idea。太好了。哦，何仙姑，嘿，哦，第十八回应该得到。哦，八仙来的何仙姑。对对对，我主演何仙姑。就是这个戏就是演何仙姑的一生了。对，生平，然后怎么走上那他得到这样。啊，对对对，你高中的打扮嘛，足水。足水。哦，那时候哦，就是我自己花钱，自己打扮的。无简单。输人金杯。我用企业经营的方式在走这一条演艺圈。哦，这厉害哇！先开启，先会导出个低了，让自己这个角色扮演起来非常的好看，对不对？所以会还在继续红下去。而且穆玉华是演而优，后来还当制作人。哎，当演妈妈，如演如进步。我当演公公吼，那如演如被空。我啦，你最大吼，你最大拍戏可演那个公公。你如何演公？越来越现金了。你不能空啊！因为他们想的跟你想的不一样，那你会想要演这个人，你也想讲我要让他搭班，你的教练艺术体，你也一定更加入神了。敬业，这就是我公司制作的啊。那时候这是公吗？对，那个周明真也是我推荐给制作人跟台视。哦，是是是。我说他的父亲柯北料的是 N。这公红诶，啊，今嘛吼伊吼伫舞台吼，啊，我感觉讲应该改又来电视，所以就演这出。啊，我就惊讲推荐人他演的不入神以后，安尼我爱扛责任哦。我从大陆啦吼，还有台湾所有拍电影电视剧的三种技工的版本，我通通买来，然后我就送给他去看。我说你从三个人的人物里面特性抓出来，就是你的特性。对对对对，这很重要。对，啊那咱家己咧聊无一条逻辑阵吼，你来参考别人。对对对。刚说到那个演技吼，集合在自己一身。对对对。啊，请公请嘛，以前龙硕吼，那的名士演技工，演技工，周明成那哎，我冇看到。啊，今嘛一个港剧。对对对。哦，港剧在演，我也在欣赏。对，我也在看。哎，对对，咱那讲哦，研究嘛，只能够尽人力气啊吼。嗯。反正讲，卖讲有演技工啦。是的。哎，咱演空空那么写当。慢慢写，但给。我有时候在家会想说，哎，我也是演一下济公也不错啊。哇！几年前出唱片的时候，我很贵气哦。雄心的俏勇，就是阿金丢。播大戏的时候，杨庆煌啊，还有李罗是我的男主角。我跟你讲，播大戏哦，我主第一集看到尾啊。真的哦。哎呀，听说这是你最喜欢的一出戏。对。播大戏。你哎，你拢演这妈妈这个角色啊，你吼，演足济，越演越传神。
因为我喜欢演妈妈，因为每个家庭哈、背后有一个哈妈妈是最伟大、爸爸当然也很伟大，因为妈妈哈她要承受先生的事业顺不顺利啊，工作顺不顺利啊、然后家里的生活所有的她对，然后小孩子的教育啊，公鸡妈妈的大头真的嘛紧张，啊，所以这个也是因为第二十岁应该四十五岁，啊，有那个妈妈哈，二十岁到三十岁。的过程跟三十到四十、四十到五十的妈妈是不同的心态，在管这个家，对。对，哎，当哎妈妈都演愈进步，哎，我当演公公吼，那愈演愈袂空伊。我啦，你去大吼，你去大拍戏，佮演那个公公，你唔好演空。对啊，愈正经啊，你不能空啊。掉掉。老公，我老公，好来，看你一段 VC 啊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请看。哎呀，我老公最老实了。哦，麻烦你要坦白哦。是啊，老公，你个坦白跟伊讲啊，讲哦，你吼安尼去拜访客户啦，去规规矩矩在做做生意啦，啊，你甲客户讲代志啦。哦，昨天去哪里拜访客户啊？可不可以把他的资料告诉我？听讲啊，我今天拉起个讲啊。讲啦，我听。你几点钟去的？客户电话是几号？几号？几号？甲讲我听。讲，我昨天拍麻将了。我梦到伊甲我讲，伊足寒的。我都做枵的啦，伊阁甲我讲，伊身躯底拢无钱，看起来是足可怜的哦。过无几工，就是恁千贵阿公做吉的日子啊。这囡仔嘛无用转去甲拜，至少我嘛要转去甲拜一下。孟玉华，说实在的，你真的现在比以前还要年轻呢。不是啊，因为我说真的哈，我会看配戏的人呐哈，如果说。小孩子那我就可以照颜状了。如果说是我们的弟弟妹妹们来演我的小孩哈、我就会稍微把它弄老一点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是要说服观众说啊妈妈都是妈妈，莫跟他阿姊啊你演妈妈，这样也真的不好。他讲这个我很认同。今麦你看嘛，那笑脸来演老的哈，真的嘞。有没有比早我讲刮笑脸？不要，这是不对的。哎，因为戏而戏。对，真的正点，是让钦佩，这个没有话讲。来华丽啊，来哥哥哈，华丽啊，我有啊，哦 no， 我传来，我传来的地哈，真正讲是珍藏本呐。哦，我来讲，我今麦做科学的是讲，我无留个半条海报。好，安尼好。对呀，我现在看到这样，好珍贵。我跟这个方大哥哈，在联美歌厅有一档啊，这个横腔的档，对，柯伟廖、费玉清，哎呦，这朱启烈那个，邢峰、方大哥还够挂，丢丢丢，对，卡斯很强哦。那时候朱慧珍还是毛毛丫头，对对，毛毛丫头，还有芳芳、熊海林，嘿。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一个档期，哎呀，中间这个叫林慧萍，旁边有一个大家熟悉的啊，周嘉璐。这条相片是你看，先你好瓜天，不是我。我知啊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上电视腿摔断了，摔断了，然后我坐轮椅去唱歌，但是我不能穿那个很性感的衣服，所以他们歌厅要求我拍一张这样的照片。我坐轮椅出去唱，卡等于空酒哥哥给他乖啊，是真。哎呀，改天你把你师父请过来，杨忠明呢？啊，对对对，杨大哥，杨大哥。对呀，好久没有看到他了。哎呦，真的哦。对呀。哦，这就崔台青是。哎呦，哦，这个是当年的超级强档。哎呦，小亮国。哎呦，你看最下面有一个叫穆一华。那是谁？我还想说这个是谁了？我还想说这像那像我刚出道的时候，我还没改成玉金之玉是一的时候。哦，对。是我从新加坡灌昌面回来的时候。哦，哎，真的超可爱呢。嗯。哦，哎，你拿这些海报都很珍贵，真的我都没有。这是台北的巴黎史的这个龙飘飘，还有江蕙，还有徐桂英，你看了。那时候是超级大美女啊，海报不稀奇哦，哎，不是，以前的歌厅到最后就要有这个要包档包秀，对对对，就要有预售票，预售票，我有一张卖没有卖掉的预售票。留了当纪念，邀我罢工。姜育恒哎，还有徐乃麟西哥，还有王梦玲哎，你跟 PD 联合主持的，对对对，李翊君、张震南也不见了，对，啊，后面还有立法委员金素梅、高金素梅当主秀，对对对，这个很特别的，还有芳芳也是主秀，对，这个就是代表了当年那个歌厅走到尾端的一个预售票的这个历史，对，见证历史，真的比五千块还要珍贵，对，哦，那当然，看你看你一段 VCR， 好不好？来，请看，你看那个妹子那个样子啊，怎么了，儿子？你又惹她了？没有没有，你看她那个样子吧，那个谁呀？这是干什么？二哥，你干什么呢？你妹子，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？
OK， 我们特别来宾来一杯 ，Dancing Dancing Dancing。我比较矜持，我圣诞节、圣诞夜啊，是不是？这因为好不容易交一个女朋友啊，跟女朋友一块过。哦，我想很多同学可以跟自己的好朋友。听说你的女朋友是四商毕业的。就是学小智。对啊，不简单。这么来的，哎呀，今天不简单。这是在华视做了5年半左右的《孝心撞地球》。撞地球跟这个飞哥做完这个节目，就是跳到有台去做龙兄虎弟的开始。哦，哎，那么这个礼拜天下午的节目经营的收视率非常的好，不简单。我跟小台还有飞哥一起合作，不简单，不简单。对，真的真的。我们两个沐浴华，我跟他是好朋友。现在哦，给我出租。对，我希望能够除了在演艺圈之外，用这种精神来经营理财的。因为金马一剪打龙工，锦绣锦绣打龙就要探钱嘛。但是以现代人的概念来讲，是金海撸行流。金海撸行流。对，然后教大家说，我从大人安那探钱就丢了。啊，安那好行骗。少年人看到这本册的时阵哈。减少20年的奋斗，不会被骗。30到50岁的人看到这本书，也不要再被骗，因为有当去用骗，不是少年才去用骗。那一到50岁，咱两个蛮好骗鬼嘛，是用骗。啊，所以60、70岁的人，他的日子才会过得好。所以我从50岁以前，我总检讨，然后好的坏的我都写在这本书里面。现在聪明就做得很成功。4年级、5年级哈的爸爸妈妈是三明治的时代里面的最辛苦的夹心饼干。对对对，他上有父母还健在，下有儿女爱在北干硕士博士，所以哈也以今麦一读个车哈，也概念个今麦这小微科技时代嘛，会有点脱节脱节了，技术也用不上了。对对对。这种无钱好赚，找不到职业，头路我找无，对，我希望讲，因为当讲，卖嫌讲钱赚了少，卖这好啊卖吼，对，一个月要3-5万，薄利多销啊，对，还是可以温饱。我做什么计划买的？可以，很牛的做划买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来来，有请。来，现在是青葱饼的那个总裁穆一华小姐为您现场示范。这个饼呢，葱油饼也比较比总裁对对对，总裁其实是个名称啊。三星葱真的是很好吃，好吃，对，真的好吃。它的优点就是它的那个葱白啊，比较多，对，而且那个尾又有气味，味道很香。因为我们有时候吃葱啊，有时候气味有味道，我有吃过，真的很好吃，真的真的我也吃过，对，好，要下去啦。这个呢，我们在制作过程，人家加真的吼，化雕的吼，金材洗雕咯，全部都是真材实料的。我这个很快香味就会跑出来。我这个不放那个味素，因为现在人哈，除了吃好吃美食之外呢，还要养生，对，所以也没有放花粉，对，花粉嘛不，对对对对，米索嘛不，对，所以纯天然的。虽然说我的油很多哈，不会浪费掉，因为酱油。三星葱的香，所以你还等一下可以拿来炒菜。对，好漂亮。我要另一个椒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哎呦，真酱够胖了，公婆料请你吃看麦哦。不能说的小妹妹，你是不是嗓子有点哑了？是不是？是，她已经很卖力的把它吼出来了。这精神可嘉。这边有筷子啊，准备可以吃。这样吃，这样爱香吃内行的，因为它油炸出来哈，它饼的这个，因为只要会吃披萨的朋友知道，最好吃的就是旁边的这一块，对，面粉油炸过后，脆脆香香的地方，然后又有香这个三星葱的香味，所以记得小火酱。真的好香哎，好香，好香，好香，我们干嘛？对啊，就胖了。啊，留一点隔壁队的，小朋友都饿了，赶快，赶快给他拿上去。好，我们是吃到了他的葱，青葱饼哦。鼓励大家创业。大家也都说好吃。OK， 好。送礼。那现在呢？我们来听你唱一首歌，好不好？好啊。OK， 来，谢谢。我来唱一首哈。我十八岁在新加坡哈。冠的唱片。那张叫做冠唱片，不是叫做出唱片哈。对，啊，都是卡带的嘛哈。恰是您的温柔，哦，恰是您的温柔，好，掌声鼓励鼓励。每年每月的每一天，
就像一张破碎的脸，难以开口道再见，就让一切走远。这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我们却都没有哭泣，让它淡淡地来，让它好好地去。到如今月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念，怀念你，怀念从前。但愿那好不在一起，只为那浪花的伤，恰是你的是唱片歌手啊，哪有？邀请两位来当我们的啦啦队队长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好 ，OK， 来，两队队长请出列。好，来，田蛙这边要送什么呢？这个是我自己作词作曲的原住民创作的舞蹈，是配合台北市2010年的那个花博会做的一个专辑。那你这边呢？我们这边是好吃的提拉米苏。提拉米苏，哇，好棒哦！好，来来来，交换礼物，两位交换一下。花莲的喝酒。哇，谢谢。来，好，你先选，你选哪位？王梦玉华，选妈妈。好，我们先从台北市体育总会经典的佛舞协会先来表演，来，请看。请看。比赛规则：两队各拿出绝活表演，评审在依表演内容给分，每位评审最高十分。分数较低者或平手状况下，可有加分题表演，评审在一加分题给分，两项表演加总高分者为优胜。很多，它是山上之宝，可知扫帚清洁用具，可当绳索捆绑起。山中嘿，山上之宝嘿，山中的用途很多，它是山上之宝，可是扫帚清洁用。北拜哈，我你讲啊，你个看麦，我们中间第二位那个妈妈，到现在还过来串你讲，真的哈。我告诉你哈，他已经相当不错了。他们这一团刚来的时候，我那个电文差还超啊哈，要过七月的站台，超鬼龙点你，龙点你。我歌名叫做《山中花》，那带的这个东西真的从山中摘下来的。老师，你这个舞蹈是你编排的吗？我自己编的。你自己编的。很有野味，还有服装也是他自己做的。你看看他那么多花有没有？那个就符合今年的花博会的这个花朵。对对。所以这个服装除了是他们在泰雅族的服装，还加上了花博会的花，是很有特色的，值得加分。哦，这个创作俱佳。这个花的为什么图案不一样啊？啊，有的是中间一个红点，有的是一个两个笑的。哦，我这个是环保。哦，环保，对，人家丢的那个在街上丢的那个花，然后他那没有环保，要加分了，评审了。所以有洞洞啊，我就用亮片给它补上去，是我自己做的，自己做的。哎，王哥，这个给八分，好，八分，好，八分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八分，你们真的是泰雅族吗？对呀。傣雁，傣雁，你们是哪边的傣雁？新竹尖石乡。啊，尖石乡哦，好地方呢，我有去过呢。哎，很好，我的女朋友也傣雁的。好
谢谢谢谢谢谢。他的女朋友真的是怎样？啊，现在这个女朋友，哎，在环山呢，环山，环山呢，那哎，李涛，以社区，这峡谷在挑战舞蹈啊，我是觉得还跳得还不错，还不错，不错，都是业余的，哎。啊，不过哦，我拄只听这音乐哦，而且咧，因咧跳舞哦，差一出了热情啦，哦，热情较无够，哦，这原住民的热情不够，对对对，哦，野味不够，哎，所以我给他的分数九分，好，加油加油，分数哦，好，谢谢你们啊，好，现在我们来看台北县戏子飞演的演出，来，请看。唱作俱佳，是啊，嗯，你看哈，我们这唱歌哈，唱歌呢就青春活力哈，搁边个有跳舞哈，哎，我们刚那一对呢是原住民哈，原住民，然后嘛是原住民呢，啊，对啊，再了解哦，你要看那阿美族对不对？你呀，那旁边这位是哪一组？那你是哪一组？你是哪一组？麦克风，布农族哈，对对，布农族，好，我们这有一个不满足的，存款不足，是我，你来讲评吧。其实我觉得他们今天不想吃来。那个夺标舞比赛还是歌唱比赛？嗯啊，好，两位老师我看应该很专业。嗯，对啊，然后两位小妹妹呢，我觉得在旁边唱，然后真的唱的也不错。嗯嗯，应该去参加比赛的。哎，然后到这边来是有加分的作用。对，啊，我觉得，然后呢，他们的那一区的朋友，然后大家很团结，嗯，加油很大声，嗯，这我觉得他们是都有加分的，整体来讲有加分，好好，所以我给的分数，十分哎，哎呦，来李涛，哎，啊，因这队哦，我是感觉无论跳国标也好，唱歌也好，拢未歹，哎，我好也分数。要去参加比赛了，你们两个。经典的佛舞协会哦，要拼不？要不要拼了？要。杀了好不好？要。好，看你们的加分题好不好？来。
师，你刚刚唱的是哪一部经典？大悲咒。大悲咒啊，这是唱范文的。是。哦，这个衣服是自己做的。我自己设计，然后也是自己做的。舞蹈呢，也是自己设计的。我自己编的。很庄严啊。谢谢。这佛舞哈，哎，不得了。80年开始就开始编导，都是我们的古队长编导的，100多首。好，来。很了不起。来，我们王哥来讲评吧。基本上，老师啊，排这个舞蹈，我们要以很庄严的态度来看这个舞。但是我刚刚来看，就是老师编的舞虽然很庄严，但是舞步变化的不大。嗯嗯。啊，变化不大。如果你能加入在那千手佛后面都是你们可以表演那个的话，我相信是很有加分，啊。所以呢，我这个给老师们8分。8分，好。来，高。啊，看完跳这块舞，搁听了这音乐哦，啊，规个心情哦，拢静落，规个清起来，嘿，规个拢清起来，所以我给因的分数是9分，好，9分，好，其他谢谢，非常不错哦，好，戏子飞演你们的加分题，好，好表演喽，来，请看。前一段呢也差不多，啊，他们前面是以舞蹈为主，歌唱为副，现在是歌唱为主，舞蹈为副。哦，看得清楚。刚刚到中间的时候，布隆族的小妹妹，你是不是嗓子有点哑了？是不是？是，他已经很卖力的把它吼出来了。这精神可嘉，但是犯错还是有一点。啊，真的啊。这个评审是很专业的哦。好，你给几分？8分。好，体操大哥。我是感觉这回这加分题哦，唱歌当然也是唱了袂歹，是啊，跳舞也跳得真好，但是啊，无什么甲头一遍的这改变，无什么变化的，对，所以我这回好像是高分。好，9分，好，是的，好，两队的总分都出来，一起来看总分，来，来，宣布总分，体育总会经典佛舞协会呢得到35分。台北县戏子飞演呢得到37分，所以今天的冠军队呢是我们飞演，请李涛大哥呢颁发奖金8000元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请王梦玲大哥呢来颁发奖金5000元，哎，给佛舞协会，来，谢谢。我们这次呢输的心服口服。谢谢。除了奖金之外呢，我们还有基本的奖品赠送给两队，好不好？自助人白冰冰送的水饺，专利泥炭生巧克力蛋糕礼盒，新式神奇拖把，日本知名品牌蛋糕，太空竹炭舒压枕，女性健康酵素，含盐分的洗面乳要送给大家。非常希望呢，我们的观众朋友呢报名来参加。非常感谢四位特别来宾，谢谢您。啊，王一博。哇。满意吧？